这波带着主宰先锋一起的，可以逼他。萌芽被蓝月塔拿下，牛啊牛啊！蓝二技能打到，加油，点掉水晶，胜利属于我们。八戒打到，看这种比赛是比较绝望的。哎，这波秒了，一三进去，一刀直接一三进去把他秒了。这个伤害太这边把劲给拉进去了，一波了，给自己刷分的机会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。三分。目前重庆狼队在这个组别依旧是排在了第一，而且这一个零封让他们的小分再次拉开。今天这场比赛，重庆狼队保持的非常好。对他们保持着这种比赛粉丝看了绝望，我说的是滔博粉丝啊，上一场比赛滔博粉丝看了绝望，是南京 Hero 酒店啊，狼队粉丝看了那个毫无波澜，在一些决策上观众看了折磨，但今天基本上就是撵着打，看到了一支决策非常稳定的重庆狼队，不管是猪八戒往前一技能大招框一下，大招框个蒙恬，蒙恬有位，怎么说要架炮吗？黄忠这个位置直接架炮，炮我靠，蒙亚怎么直接没了？这边点水晶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加没了，兄弟们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3-0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，能不能三分钟？不能，能个嘚儿，谁赢了？红色方。重庆狼队在这个组别，小胖怎么突然的跳起来了呀？而且这一个林峰。让他们的小分再次拉开，始终握在狼队的手里面。对，那猪八戒大招框个蒙恬，蒙恬有位移，可以先躲一下。哎，这一波又是一个狼直接定塔，我秒了，得退。秋判，秋判一大直接秒了，什么伤害？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3-0横扫，3-0拿到三局横扫。目前重庆狼随便打，这是暴打，依旧是排在了第一，而且这一个。让他们的小在狼队的手里面，对，打招框住，随便打的，直接咬，满血被秒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个伤害太高了，点水晶了，恭喜狼队，下一场打谁啊？猪八戒打招框个蒙恬，蒙恬有位移，哎，周日是吧？等一下看完比赛，哇，瞬秒吗？无了，是海月给了个一技能伤害，刚好够了，瞬秒了，再带走哇，直接哇，海月都还在那儿度蜜月呢，怎么水晶没了呀？哎呦，目前重庆狼队，猪八戒打招框个蒙恬，蒙恬有位移，可以先走一下。哎，这波又是一个一三进去，一刀秒掉蓝。这个伤害太高了，龙兵海月不管了，来破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3-0拿到本赛季的第三分。目前重庆狼队在这个组别依旧是排在了第一，狼队确实而且这一个零封让他们蒙恬有位移，可以先躲一下。哎，这波又是一个一三进去，一刀秒掉蓝，直接咬哇！结束了，十二分钟了，想好想给大家发888红包啊，好想给大家抽100呀、啊，哎呀，没机会呀、啊，家人们。小胖怎么这么开心啊？要回去打巅峰赛了是不是？也来不及了呀。这么着急吗？10点了。打不了几把了。采访完回去卸个妆，应该就11点，差不多12点了，我感觉都。对呀、啊。守到的是南京 Hero 酒店。正方队采访的，等采访完应该记了。Hero 打满了，猪八戒。没有人找机会，永远没有人找机会。反正对吧？你能来冲，你把我杀了，那是你牛逼，那你本事大。对吧？然后你来推我水晶，我就退，反正就基地爆了也跟我没关系，我反正也不死，你也喷不到我，我不背锅。你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？一潭死水。行吧，恭喜狼3-0拿下。让他们的小分再次拉开。滔博。今天这场比赛成。